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我想放弃了，还好我还没有想放弃。嗨，既然说什么杀熊就是为了毛皮，明明还有牙齿啊、爪子啊、肉啊、骨头啊，我是很少遇到要这些的啊，大部分都是要熊皮。熊除了熊脑之外都有用，超级有用的生物。熊，你要开心，你自己超有用哎、欸！我刚刚是从。我是不是绕一圈啦？可是这是新的路啊！糟了，我已经搞混了。谁看沙熊跟你讲？我沙熊。这座楼梯又是去哪？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地方。棕龙就飞走了。这个是敌人呢、欸，敌人呢、欸。哦，是你，是你，血超厚的。试探法术有没有比较痛？没有。超烂，走吧。盔甲产生了变化，应该磨的。啊！他发现我了吗？倒了，因
火之后的路走到最顶，盘坐可以拿东西，走出去一点可以召唤 NPC。好啊、哦，然后大龙牙，我在想会不会他把这个龙杀掉的。这边有一个蚊子，前有宝物。前有宝物，你跟我胡乱，这里哪有宝物？没有啊，没看到，一定是假的。咒术师用法术，不，你搞错了，是法师用咒术，我是练法师的。对，用了咒术之后，发现咒术比较厉害，法术的伤害比较低。杀过去吧！还好哦。哇，前面有那一只哎！啊！要狙狙了。可怕、嗯！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到我还得了？看到我就要死了！哎，这个白树是那个白树吗？我可以让毛投到这边来吗？骨灰没有，这游戏最宝贵的就是骨灰。我知道骨灰可以拿回去给老太婆，让她增加商品。我这招是法师半咒师，白无故怎么会多一粒饭？怎么会多一粒饭？开龙体石，那我还有哪边没有探险呢？虽然这边的地形也依旧让我迷路。大门进去看看好了。看起来不是之前那个大门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夜龙还想会哭的，竟然被这种东西打败，他一时大意吧。他没有料到我会叫伊果帮忙。
等待，等待什么？在这边等，什么都没有吧？走，不等。全部都太浅了，虽然我这边也来过了。那只剩下那个钟楼。人龙过来了、欸。不是吗？不是。回去敲钟。敲钟，敲钟。你不是有拿到穿火大剑的碎片？紧急情况可以用那个逃回萤火场啊。是啊。我刚刚有遇到紧急状况吗？好了，来敲钟。现在都探索过了，就敲吧。钟敲得好有气势。钟也太强了吧！天气突然变糟了，打无名好戏上场，开战了，很好，可以看到关台了。好啦，这等卡关应该可以看到结束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有人认为我可以过就对了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还走这边吧？嗯，不是吗？居然不是吗？难不成我直接跳下去哦？我跳跳看。里面都有，可以跳吗？哎、欸，跳！哎、欸，有路哎、欸！怎么好像走得很慢、很慢、很慢、很慢的感觉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